妈我怎么从你来看的，那个角度是看得到太武山的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了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圣罗宝田嘛，我觉得时间够，就我们带你们去中正公园，带你们去看漂浮斑马线，还有个最新啊，那边变成有两个景点啊。那这个是深恒昌的那个金湖大饭店，这边目前是金门最高档的饭店。你看都已经啊，那白色那一栋是蜀立金门医院，有没有看到蜀立金门医院？那一座山就是太武山啊，所以这边叫山外啊。所以我说，啊，这边像我们的国中啊，金湖国中，国中有五间国中啊，你看那个公车站。